个安尼查某囡仔安尼走干那咧陪哦，看到足辛苦的安尼，啊大去公家无法度哦。今仔日咱中秋佳节并未在个那么大好日子，那么我们的赶场歌手大家拢走那咧陪安尼，好伊先看串一下，啊你会想串未？会不会太喘？太喘的话可以让你喝口水哦。啊，那么多海客以及啊，就是来恭祝着咱的福地桥，咱的福地进行，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大个个以及。那么当然嘛，要再一次给咱罗华江地主哦，咱在乡亲时段出面头尾亲，甲大家讲哦。那么老经过着咱的福地桥哦，一定爱记住，悄悄等来给咱参香，给咱参拜。那么咱的福地进行，会当讲是行为献祭，会当讲是有求必应，买点票。在咱罗华江地主罗华江先生，大家日子当中会当过着轻松快乐 ，every day， 赚钱当中赚个油细细哦。好的，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、好朋友、杨明根来到咱的庙口埕，共同来跟咱欣赏着精彩、老街咱的康乐晚会节目哦。那么后边面这位是讲你话哦，应该是穿个差不多好啊啦哦。来安排第一首歌曲，什么好歌呢？心情歌咯。心情歌啊，这不是头多少人唱过啊？哎、欸，有啦哦，第一个有唱过啊哦，来换一下，换一下，真好水水哦，啊来真好水水，来什么大名？草莓，草莓哦，草莓你，啊我葡萄，好来安排我们的草莓，来可爱的草莓，等一下喝光。Thank you.
三年来个真正啥个草莓，真正草莓呢？嘿，草莓。你当时干？我本来也叫草莓。本正就叫草莓呢。系啊。我第一道敢那有拄着你呢？嘿。你阵不是小莓？草莓。就是草莓。系啊。啊，我健康生迄、那、落、個，生迄落包浆。所以你当听唔对啦，我一直聊真的是小梅啊，那样哦，原来是草莓啊，哎，草莓，但很适合你，长得很可爱哦，笑起来甜甜的，哎，跟草莓一样的美丽又可爱哦。啊，我给你小改节啦，你敢可以记我叫什么名？别记啊，我葡萄，葡萄，哎，啊，你草莓妹妹，我葡萄姐姐啊，哎，无什么。你可以嘛是叫葡萄吗？我顶头嘛叫葡萄啊。是啊。你说，黄冠如，你说我顶头敢是叫葡萄？哎，对啦。葡萄姐姐。葡萄姐姐，啊，我请阿那波先姐姐你。哎，幼幼台的姐姐。幼幼台。啊，葡萄姐姐啊，那样哦。你看这综艺那我很乖啊呢，我可以给你打落海呢，对不对？哎呀。落海即马到即马来讲超过一个月啊啦。系啊系啊。你阵讲半个月嘛。系啊。啊，即马沟通过啊。哎。八月半啊，你看日子拢记甲清清楚楚哦。当时去用推入火坑，你拢会记住啦，你着对啊。哎，当时去趴落去啊，到今个记甲清清楚楚哦。你看我对你印象多深刻。哎，查某囡仔生个高水高水哦，咱着特别有印象安尼哦。啊，但是你搞袂记住啊呢？我小子啊。小紫，我赶快买些葡萄紫色啊！嘿呀，紫色啊！所以我葡萄姐姐。好啦，我今天去草莓跟葡萄同台啊，没有？啊，草莓，你今嘛来要唱啥？哎，搁袂记住啊！这不愧是真正打鸟的推落火坑。来啦，我去跳恰恰。
龙海较唔知啦。嘿，咱爱其实吼，即麦土，嘿，即个麦土，诶，袂当安尼甲伊袂当往下，嘿，袂当往下，你咧甲伊放落来吼，麦土一样要往上。哦，安尼啦，甲十波人同款啦。直下，十波人袂当安尼啊！哎呀，十波人拢嘛介意安尼，真难介意安尼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袂当常常到周围被我污染呢，安尼有甲你污染着无？对啦吼，安尼较好记啦。哎，所以迄个头袂当常常安尼垂头丧气安尼哦，头爱互伊向顶悬啊，对啊。安尼感觉做阳刚的朝气蓬勃，哎呀，安尼知啦吼。知。好，来甲大家拍一个招呼的。哎，阿妈大家好，我是草莓，祝大家金秋开花好结果，处进处哦，进在做，生活不烦不恼，天天都快乐，谢谢。谢谢，祝福大家天天都过得很快乐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位青春洋溢的草莓妹妹，阿你后边这条你会记你歌名嘞？啊，唱唱唱唱唱！爱讲银杏啊，嘞，爱讲银杏啊，嘞，你不是打十八回名吗？啊哪呢？啊，记忆不好，记忆不好呢？哦，安尼严重的代志呢？银杏爱讲啦，啊，咱这少年在咧讲银杏，安尼咁好，我本爱吃吃脑。吃脑补脑，对对对，安尼安尼脑筋记忆力会比较好一点，安尼吼。啊，但是重要代志记就好啦，无重要代志尽量免家记，会了紧，因为我就是安尼。嘿，我若重要代志，我若起来到舞台顶哦，拢总记会了。嘿，我若只要一支麦，坑嘞，嘿，全部拢袂记住。嘿，哎呀，真正呀，哎，我当这里对我即马想袂起来。哎，真的呀！啊，但是我有看过一篇报道啦，有一篇医学报道，哎，伊讲记性差的人哦，不是讲哦，记性差的人很聪明，足巧的呀，就像我这款的安尼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平常时安尼精明，但是一落去到大家较无做工课的时阵，全部拢无条件，哎，因为伊这是选择性啊，因为咱的大脑啊，大脑的容量有一定的容量，物件若增甜啊。你搁要讲硬钱，也得艰苦，哎，所以我主动会甲删除、删除、删除，哎，我这算人性化，自动化呢，重要的代志记录清楚就好啊啦，吼，对一个摊主钱袂记你花，我拢会记住，哎，我拢会记住啦，哎，啊，花仔钱，哎，立到第几期，我拢会记住，顶一回写偌济，我嘛拢会记住啦，对不对啊？剩的拢免家记不要紧，哎，好，咱的大脑呢，适度挪出空间来记重要的代志啦，啊，所以你安尼其实嘛唔是讲呢。好讲啦，安尼算大智若愚，有大智慧安尼吼，所以歌名袂记住，靠要紧呢。后边老师得帮咱找音乐啊啦吼，老师来，后边一首更加找落去，来来听就知啊。啊，收掉嘞，哦，压力哦，来一首非常适合最近的气氛啦吼，因为三个月时间咧到啊，压力哦，我一个月爱唱十几首。为人生的伤痛，真真薄薄又真难。